大家好，现在继为大家来一场拳皇2002风云再起加强版。现在一匹依然首发，卢卡尔，二这次选择了火舞啊。哎，火舞直接连起来，非常漂亮的一个连招，14连。现在卢卡尔剩血不多，这是高手啊，二 P， 我去，这两场连招已经显现出来，二 P 是个高手。现在第二场，哎，劈边球，队友，哎，还是被这个火舞狂连啊，对手，感觉一劈不是对手，你看，直接连起来就是接起来了，非常疯狂的连招，又是两套带走，很给力啊。是不是要快速的穿三呢？这一次，只要被这个火舞追到，直接就是一套连招搞起来，又打中了，又一套，直接穿三，快速穿三，这你是高手啊，这是传说中的高手，太猛了打的。好，再继续来下一场。现在 EP 已经换了人了，换对手了，刚才那个已经被打跑了。我们来看这一个机会怎么样。现在 EP 首发板崎良，我来看看板崎良还像他的火舞那么猛吗？好，依然是特别猛的连招啊，每一个人物都有一套特别猛的连招。哎，最后一招没躲过去，裸出了个大招，直接雅典娜就挂掉了，非常狠。现在来看卢卡尔，哎呀，直接就被摁倒在地上了，再次连接大招，这次一劈要被虐了，又来一次，简直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，这种技术速度太快了。现在看猴子，看来一批又要被穿三了，这次啊又被一个圣龙团打到，完全不对手啊，这一批哎，猴子大招也打空了，再次被板崎两连。哎，又被来了个猴子偷桃，再转一下，再来一下，直接拜拜，废了，直接给他废了，大招太高手了。